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峰。美食天天有，美食天天见。现在我位置在常州的弘扬广场啊，几楼？几楼六。咱们今天来吃烤肉自助。哪里有来过耶 ？OK。我的爱，这里。对，开始兄弟们啊，饿死了，先来点熟食啊。排骨、鸡块、豆腐，底下还有山药。洋葱、蒜，烤肉啊，看那五花肉没？杠杠的啊！这个罐头汤啊，这里好多罐头混合在一起的。糖醋排骨非常好吃，罐头。洋葱、大蒜、加一个泡菜、番茄、你不要让人家吃了那就好难过吧。吃完再来一口。要不要吃？我们处理吃，要不要吃？对呀。坐。拿个筷子，拿个蘸酱吃。没死来着。有两块都烤一块给熟了吃。
么简单，你看这筷子没到后边去了。后切五花肉啊，这边给你一个是吧？好吧，给你一个，要不要吃啊？不要吃啊，我等会儿重新炒一个鸡蛋来给你吃。你负责吃，我负责帮你烤。看这种，哎，这种油都烤出来了，这样。这一块呢，其实跟小牛排差不多大啊，挺厚。
我儿子一直乱跑乱跑，这视频到这里，看完记得给三分点个赞，我们今天见，我们明天见，我们明天见，再见。